我哋嘅典礼即将开始，请各位来宾可以到前方嘅展板集合。各位来宾，大家好，欢迎各位莅临由澳门文创艺术志愿者协会主办、澳门基金会赞助、冠乐儿基金会、赛龙合群社康年之家、完美婚礼、喜嫁衣、Big Day Studio、CM Studio、Mass Floral 支持的爱长久长者婚照拍摄活动展。我是今日大会的司仪梁家宝。在今天开幕礼正式开始之前呢，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志愿者协会。澳门文创志愿者协会相隔了七年，再度举办了爱长久长者婚照的拍摄活动展，为19对年满60岁、婚龄超过了30年的长者着上婚纱和裙褂拍摄婚照。咁喺呢度，我都多謝翻當日嘅攝影師啦、化妝師同埋一眾嘅工作人員，為一眾嘅長者創造難忘嘅回憶。我哋期望透過舉辦呢一次嘅展覽咧，協助長者拍攝婚照，令到長者夫婦展現優秀自信嘅一面，達到敬老愛老嘅目的，亦都期望透過長者夫婦分享共處嘅往事。夫妇相处的哲学，令到年轻一辈学会珍惜眼前人，感受最真实的真挚爱情，传承中国传统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思想文化。在今天的开幕礼正式开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用热烈的掌声去欢迎以下的一众嘉宾，他们分别是中央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社會工作部代表鄭奕成，市政署文康社群處處長歐振榮，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社會工作局代表關愛婷，澳门工会联合总会副会长林伦伟，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罗奕龙，冠乐儿基金会副主席冠泽中 Mr. Hoyo Badu Gunya，澳门志愿者总会理事长冯家健，澳门文创艺术志愿者协会会长程嘉文，澳门渔民互助会理事长陈明金，澳门赛龙合群社康年之家社工吴小兵，澳门青年志愿者协会会长裴盛贤，澳门环保志愿者协会副理事长张浩然，澳门博彩从业员志愿者协会会长周锦卓，澳门社区志愿服务协会理事长陈海峰。好多謝各位嘉賓的抽空出席啦！接下來，我們有請以下的主禮嘉賓為我們主持開幕儀式。有請中央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社會工作部代表鄭奕成。市政署文康社群處處長歐振榮。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社会工作局代表关爱婷，澳门工会联合总会副会长林伦伟，
澳門青年聯合會會長羅奕龍。觀樂兒基金會副主席官澤中 Mr. Huyo Badu 官人。澳門志願者總會理事長馮家健。澳門文創藝術志願者協會會長陳嘉文。好，有請工作人員為嘉賓呈上彩帶和金展。好，有請各位嘉賓學好先，我哋望向前方嘅攝影鏡頭拍照留念。好，唔該曬咁多位，請各位嘉賓喺我倒數三二一聲之後揮動手上嘅金展，依住活動正式開幕啦！有請各位準備，三二一。好，唔該曬咁多位。唔該曬咁多位。接落嚟有請澳門文創藝術志願者協會陳嘉文會長為本次嘅開幕致辭，有請。喂。尊敬的各位來賓、攝影師、化妝師以及志願者們，大家晚上好。愛長久長者婚照拍攝活動是澳門文創藝術志願者的品牌項目之一。籌辦這項品牌活動的目的是希望以青年攝影師和化妝師等等的藝術工作者的專長去回饋社會和長者。相信每一對夫婦結婚的時候都希望和另一半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我們期望透過長者夫婦分享夫妻相處的哲學，提供經驗分享，給年輕人借鑑，讓年輕一輩學會珍惜眼前人。贈人玫瑰，手有餘香。在拍攝的過程當中，我們亦都被很多的長者夫婦的舉動所感動。今次活動婚齡最長的一對夫婦結了婚已經是64年。我記得拍攝當日，當婆婆穿好這個婚紗之後，有位志願者就講笑地說，就說啊，叫個衰佬來幫你拍照吧。那我婆婆就很甜地答她，啊，她一點都不衰，她64年來都沒有罵過我，她對我很好的。那聽到這句之後，我相信我和一眾的志願者都非常感動，因為一定是那位公公64年以來都是對他很好，所以他才有這樣的底氣去說出這句話。今年新冠疫情肆虐，亦都令很多人反思世事無常，我們應該要更加珍惜當下，珍惜和另一半和家人相處的時光。拍攝活動得到順利的進行，要感謝14位志願的攝影師和14位志願的化妝師。記得我們7月份拍攝的時候是正值夏季最炎熱的天氣，我們為了避免最曬的時候，清晨6點就開始為公公婆婆化妝換衣。當然拍攝的時候都是非常熱的，所有的攝影師和志願者都是大汗搭細汗地為公公婆婆去拍照，為的只是幫一班的公公婆婆留下回憶。我們都很開心，其中有一位的公公在拍攝的期間也都跟我們的一個婆婆去說，就終於可以彌補到一直以來的遺憾。此外，在這個活動也都要感謝觀樂兒基金會的大力支持，除了提供了一個這麼漂亮的場地之外，也對我們的活動提供了很多的專業和寶貴的意見。在此，我謹代表澳門文創藝術志願者感謝觀樂兒基金會。 We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press our appreciation to the Rui Cunha Foundation. Thank you so much.
我哋亦都要多謝完美婚禮、喜嫁衣、Big Day Studio、CM Studio、Mass Flora 嘅鼎力支持，分別贊助咗我哋長者們嘅婚紗禮服啦、室內拍攝場地啦，以及手捧花嘅。咁最後啦，喺呢度亦都多謝我哋今次活動嘅籌委主任梁麗雅，佢今日咧有事出席唔到，咁嗰件事咧係因為佢早兩日生咗 BB， 係啦，咁所以今日就嚟唔到。佢為咗呢個活動咧，真係付出咗好多啦。咁係生之前嗰日咧，都仲同我哋開緊會嘅，咁所以。真係好感謝佢啦！咁中秋佳節咧就嚟嚟臨啦，喺呢一度啦，我謹代表文創藝術志願者啦，祝各位中秋節快樂！正如我哋展出嘅主題團圓一樣，祝各位人月兩團圓。唔該曬，程會長。Now, please welcome Mr. Rui Cunha to give us a speech.Hello, good evening to everyone, and welcome to the foundation. 各位，歡迎大家嚟臨呢個觀樂兒基金會嘅。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Macau Volunteers Association for Cultural Creativity and Art for the great idea that they came up with to celebrate the life of Macau couples that have been together for such a long time. 首先我想恭喜。澳門文創藝術志願者協會嘅，佢哋有個咁好嘅主意，為澳門嘅年長嘅夫婦咧，製造金燙創作呢個金燙你咁出色嘅活動嘅。It is the first time we are cooperating with the association, and we hope it will be the first time of many future cooperations. 金燙咧就係基金會方面咧第一次同協會嘅合作嘅，我哋期望將來有更多咁嘅機會。大家互相合作，創造更多嘅好嘅活動嘅。Congratulations to the couples that have been together for such a long time for being an inspiration to all of us。咁都係恭喜啦，今趟能夠有機會參加呢個活動嘅年長嘅夫婦啦，佢哋令我哋咧感覺到好鼓舞嘅。Thank you for all the sponsors, all the companies.That allowed all of this to be possible. 同埋咧，想多謝各位志願者啦，同埋金燙有份資助金燙活動，同埋其他嘅支持單位嘅。And congratulations to the volunteers for all the work you did that made this possible. 咁志願者方面咧，做咗好好出色嘅工作，令呢個活動咧能夠得以咁成功嘅。The foundation is always available to cooperate in this kind of activities, this kind of initiatives, and so we welcome all the associations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here in Macau that want to cooperate for this kind of ideas that can help show the culture of Macau and to benefit the people of Macau.咁再次開始同大家聲明先啦。咁我哋基金會咧就好歡迎其他團體咧同我哋進行啲咁嘅出席嘅活動同埋合作嘅。咁我哋好期望將來咧有機會同大家繼續將澳門嘅文化一啲你哋諗到嘅一啲創意嘅，咁大家一齊發揮，一齊去做將來嘅好嘅工作嘅。Okay, thank you。多謝咁多位。Thank you, Mr. Cunha. 我哋而家有請王朝裕理事長上前為一眾嘅攝影師致送紀念品。有請王善儀。林建涵。龚美蘭。葉少影以及黃敏麗上前接受紀念品嘅，
好，唔該曬咁多位。Now, please welcome Mr. Rui Cunha to give our photographer some souvenirs. 有請張美信。陸偉倫、陳永堅、許玉瓊、劉曉俊上前接受紀念品。好，唔該曬咁多位。And would you please stay here, Mr. Cunha? 以下有請一眾嘅化妝師何安怡、梁德珍、梁以山、劉子丹。陳子君以及劉神娜上前接受紀念品。好，唔該曬咁多位 ，and thank you, Mr. Cunha。除咗今日出席嘅攝影師同埋化妝師之外咧，本次活動仲得到黃春平、吳偉倫、黃真、黃曲敏、李蓮芳、楊寶兒、吳永嘉、李子欣、黃以華以及鍾永欣嘅大力支持。感謝各位嘅攝影師同埋化妝師嘅付出，陪我哋一齊為一眾嘅長者留下美好嘅回憶。多謝大家。我哋今日嘅開幕咧，其實都專程邀請咗一對長者嘅夫婦嚟分享下佢哋嘅婚姻經營之道。請各位嘉賓稍兒欲步到前方，我哋嚟一齊嚟聽下呢對夫婦分享佢哋嘅婚姻嘅經營之道啊！係公公婆婆，你哋好啊！因為我都聽講過你哋係婚齡係超過64年噶嘛，可唔可以請你哋分享下你哋係點樣相識、點樣相遇㗎？哦，初初咧我相識我太太咧就係盲婚啞嫁嘅真係講真咧，好多都唔信即係由我嘅老豆就去鄉下就拜託人哋咧，就識得我個太太咁啊介紹嚟澳門俾我我冇翻過鄉下嘅，咁咧就憑寄一張相俾我睇咁就話兩個咧就話以合啦就從裏邊見過面面相識嘅。初初嗰陣時咧，就大家都好陌生咁樣落嚟到澳門，
咁啊啊，慢慢相處咗之後咧，啊，我都覺得我好開心，即係起碼咧有翻個家庭咯，啊有咗兒女咯，啊，咁啊相處落去咧，的確係好開心，啊，我又關心佢啊，佢又關心我，啊，初初嚟從一個小家庭咧好困難，啊，初期澳門咧啊幾十年前咧環境唔係好，啊揾食艱難。啊！就正式啊啊，冇老豆剩落去嘅財產，就要靠雙手啊！呢度城市地方都要靠自己努力啊！咁啊，兩個咧相依為命啊，就一路相似啊啊！我都覺得自己好開心啊！乜嘢咧我都啊相受我嘅啊我太太，有時我太太咧啊，我有做錯咧，佢都有原諒我啊，唔係做錯乜嘢。就唔係大問題嘅嘢，係事實嚟噶，啊，啊，咁咧，故所以咧，啊，做人咧，嗰啲係人生噶，啊，要必經過噶，啊，要艱苦奮鬥，啊，夫妻之間咧，大家要相讓，啊，要原諒，係嘛，啊，要分解，啊，你幫我，我幫你，係嘛？要啊，互相溝通啊，互相了解，先能夠永久，能夠和諧啊！大家要寬容啊，咁啊一路咧啊做落去咧，咁啊先能夠有開心啊啊！就係、是、初期係咁樣。好羨慕你啊，公公！我好想我自己有啲咁長久嘅婚姻。咁問完公公啦，我想問下婆婆啊。咁其實我唔知醜啲問一句啦，婆婆你會唔會可以分享下你哋呢六十幾年間有啲咩最浪漫嘅事情發生過咧？唔使怕醜喎、啊，我都好唔知醜噶。成日咧就做咯，啊，七個仔女又養大咁啊，開心啊啦～啊，咁咧就有啲咧就讀書啊，嚇、啊，讀嚇、啊、去讀大學啊，去幫社會做嘢，咁啊，而家好開心，係啊，都好孝順嘅啲子女，嚇、啊，好孝順，辛苦都係好孝順，好乖，嚇、啊，嚇、啊，都結曬婚噶啦，啲仔女係咪啊？啊，係，淨係一個未，一個咧就。日腳冇咩力、哦，要加油啦！係啊係啊，啊啊就未結婚嗰啲，通通結曬婚，嗰啲新抱個個都好好。好啦，咁頭先公公俾咗好多意見俾我哋啲年輕人，話點樣維持一段婚姻咧？咁婆婆你有冇啲都係啲忠告啦，可以話俾啲後生仔知點樣可以令到呢段婚姻更持久、更美好咧？我唔識講啊，你講啊，你講。因為咧。我有七個仔女咁多啊，因為我太太咧負責屋企咧嗰個家庭嘅家務咧嘅壓力都好大啊，都冇啊，佢都冇辦法話出去出邊做嘢，都係只係啊做個家庭家務啊，因為咧佢就出嚟社會咧就見識少啊，就冇咩知識，佢個身就唔識講乜嘢啊。事實咧做啊。做公婆啲嘢，做夫妻啲嘢咧，都要大家咧啊，互相了解，互相通融啊啊，大家互相啊寬容啊，咁先能夠長久，就平心靜氣啊，冇話啊，有啲後生仔咧啊，一言兩語嗱、啊，三言兩句咁啊，嘈交暴躁啊，嗰啲又唔好啊，有困難嘅事咧。就兩個要互相溝通了解解決，就唔能夠咧啊啊兩個嘈起上嚟，你又頂氣，我又頂氣，爭傷自己嘅氣，係嘛？就要真係要和解啊，要平心靜氣做人，因為每個人咧要經過咧都係要好長久嘅啊嘅競爭一樣噶啊，組織一個家庭。夫妻之間咧都係要互相通融，係啊，啊要互相了解，啊啊，我都多謝下公公同婆婆嘅分享，我哋俾啲掌聲佢好唔好啊？好啦，咁今日嘅訪問大概就係咁多先啦，唔該曬公公婆婆。
咁好，我哋不如一齊睇下我後面嘅熒光幕，我哋將會分享翻我哋當日拍攝嘅花絮影片。好，好多謝大家。多謝大家嘅關心。好啦，喺度多谢各位嘅出席啦。本次嘅开幕礼咧已经圆满结束噶啦，我哋再次感谢各赞助同埋支持单位嘅协助，同埋呢一次活动咁多嘅工作人员，多谢大家。咁我哋都请我哋嘅会长同埋理事长啦，引领各位喺呢个会场入边睇下我哋嘅一啲相片嘅展览啦。多谢各位。